哎，这三分太准了！是啊，这两队没有可比性啊。这么看来，对面是个输。哦，又是一级暴扣！这家伙也太强了吧！林碧神，根本没法比，对手太厉害了。说好了的，数一个求五个俯卧撑，一共15个。别想耍赖，以为是个王者，结果是个扎童。我还大老远屁颠屁颠的过来，他妈逗我呢，这水平还来打篮球？回家玩泥巴去吧，垃圾们。垃圾，这家伙怎么不服？再来十球还是打你们鸭蛋？喂，长头发的，要不我们来耍耍？哦，小子，你在跟我说话？还是十个球，如果我输了，一球十个俯卧撑，如果你输了，给他们道歉就行了。有意思啊，来了个出头的。我想是你搞错了，我不是要给他们出头，只是觉得你太嚣张了，得治治。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黑子，眼镜，干他丫的！砍瓜切菜，走起！我看还是不要大意了。哎，还是那毛病，看不下去了。话说能赢吧？信不过我，你还信不过他？就一个字，干！不好意思，借过一下，谢谢。终于赶上了。啊，人呢？好的，高。他是，话说他怎么这样看着我？好大只啊！原来他是号称大佛的武刚啊，全市高中第一中锋。武刚，这里。那个老毛病了，别担心，只是早上出门忘吃降压药了，麻烦扶我一下，有点头晕。啊，怎么了都？没什么。哪个是李玲？那个戴耳机的就是他。身高还行。希望不是绣花枕头。当然不是，玲玲打球很厉害的，如果她能加入校队的话，我们一定能打入省赛，甚至能进入到全国联赛，一定可以的。作为队长，你可要干劲满满哦。那是当然，不过得先看看这个玲玲的手。呀呀，开始了，玲玲加油，快，你也给她加油。我修理他们一顿，让他们瞧瞧咱们球场的实力。游戏开始了，找回来吧，这回我要打的你连你老妈都不认识。开始了，不要怂，照着干。这么心急吗？走你。叫你这么的狂。又是那招，切入篮下，靠着强壮的身体优势对垒，这边不太好办啊。他只是在热身，在热身。就这水平还来出头，弱鸡！这群家伙哪是打球啊，简直是打架！你没事吧？我没事。慢慢来，不急。接球。玲玲这个队友控球技术还不错，花拳绣腿而已，突破不了防守，毫无意义。他只能选择传球。潘杰，你休想从我这里过去，是吗？传球。少做白日梦了，黑子这边，走你。又一记起点暴扣，这家伙太强了，上来打个2-0不妙啊。你看好的这个林玲，攻防两端都完全不是对方的对手。才开始而已，你这次一定要相信我的眼光。怎么了？腿软了吗？爱出头的软脚虾。不应该呀，才两球，不应该就这样累趴下呀。不然打你们个10-0，后面8个球有你们受的。这家伙居然在笑。
有点意思。加油加油，看刘婷，我知道，加油，大渊，接着。2-0只是开始而已，你就老老实实接受10-0的结局吧。是吗？幼稚，以为这样就能突破我。小圣兰，门都没有。传球！阿杰。好球！这传球神了，厉害！好样的，玲玲，加油，加油！怎么样，玲玲厉害吧？还行，不错的传球试验，但之前突破有走步的嫌疑。有吗？传得漂亮，扳回一球，再接再厉。走你！这家伙干得好，大渊。巧用这招，你们是不是太小瞧人了？可恶！林林，小子，别得意，这回休想轻易过去。动手了，这家伙想要投篮，少做梦了。又进一个！玲玲真厉害，加油加油！真不是盖的，刚刚那个过人太牛了。2-2了，你白痴吗？把他撞坏了，谁带我们赢球？好厉害，不过感觉好奇怪，是走步了吗？还是我看错了？不，那是个完美的假动作，拜佛。利用后撤步加双手持球，做出投篮的假象，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双手触球，目的是骗防守者起跳，从而完成突破。这个动作对身体协调性和技巧的要求极高，即便是专业篮球运动员也未必能在比赛中完美运用这个假动作。林玲是吗？越来越有意思了。2-2了，加油。这个叫林玲，那个戴耳机的好强啊，球技真不赖，赢哎，那技术简直了。怎么样，我的眼光没错吧？还不错，虽然在对抗上差点，不过这点通过他的技术应该可以弥补。你邀请他加入球队，他为什么不愿意？这个嘛，说起来就很奇怪了。防他防他防他，九号别到处跑，这边这边传这边呀。请问是玲玲同学吗？嗯，你是哪位？啊，太棒了，没想到你真的来我们学校了。哇，你的手掌好大，应该能单手抓球吧。你这身高在新生里也相当拔尖呢，起码有1.85米往上吧。看这体格，不知道身体对抗性如何，不过已经非常棒了。那个，我们认识吗？不好意思，太激动了，都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2年级的秦亚，是学校篮球队经理，在这里是想问你，是否愿意加入校篮球队呢？篮球队吗？嗯。不好意思，我对打篮球没有兴趣，也不想加入什么篮球队。怎么会？我看过你初中的比赛，你打篮球真的非常厉害，特别是联赛的最后一场，你的表现真的非常……我说了，我根本不想加入什么篮球队，你听不明白吗？当时就是这样，但是我是不会放弃的，球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他弄进球队的。不过话说回来，这家伙真的对篮球没兴趣。2-2，别高兴得太早，最后的赢家一定是我。那得看谁能笑到最后了。这小子真让人火大呀，那你就好好看着吧。2-3，3-3，3-4，3-5，又拉大了比分，不妙啊！加油，玲玲！加油，4-5了，扳平了，我想打网，厉害！哇，反超了！玲玲，干得漂亮！怎么？你就这点能耐？9-9，完全不分上下。胜负现在还不好说。你就只会这点小把戏吗？传球、过人、假动作、躲着打，像个娘们一样躲躲闪闪的，有种直接正面刚啊！
既然你强烈要求，那我就不客气了。快进球开始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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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中路，来吧，就等着你呢。这家伙是药，这家伙的弹跳力怎么可能？他这是药，战斧式扣篮。林玲，你真的不打球了吗？联赛就不参加了，篮球偶尔玩玩吧。真可惜啊，还想着高中联赛和你过过招呢。先走了，有机会回来再一起玩吧。林玲，你还是放不下吗？走了。滚过去玩泥巴去吧，这场子我们要了。再不滚蛋，小心我揍你哦。喂，我快看那委屈的小眼神，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住手。篮球场上的事篮球解决，一对一，你赢了我们走，输了你给他道歉。我最讨厌欺负小朋友了，不过你这么要求，那我们就来玩玩。开什么玩笑，这他妈呀是小学生。我赢了，说好的给他道歉吧。好厉害。你说啥？道歉是吧？请你的，拿着，谢谢你。果然还是香草味的冰淇淋最棒了。对了，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叫邓一鸣，你呢？林玲。那个，不好意思，害得你也被他们打。你在说什么傻话呢？你又没错，都是那群家伙，技不如人，输了球还打人。不要在意，还有，谢谢你的冰淇淋。不客气。话说你打球真的很厉害。这算什么呀？等再长大些，能灌篮就更厉害了。如果我能灌篮，今天他们也不会这么嚣张了。灌篮就像这样，像长了翅膀一样高高飞起，然后大力的将篮球扣进篮筐，总有一天我们能做到灌篮。像长了翅膀一样高高飞起，然后大力的将篮球扣进篮筐。赢了。干得厉害。最后这一记暴扣让这帮家伙没脾气了吧。那个戴耳机的是叫韩来着，就说他们能赢的。最后一记暴扣，你简直要上天啊。你小子深藏不露啊。怎么样，不错吧？就是他了。有这样的杀招以前都没。怎么了？喂，你没事吧？用得着这样吗？之前这家伙狂着呢。你懂啥？这点就是我喜欢跟他打球的原因。起开，少装了，这件事不算完。是吗？那随时欢迎再来。黑子眼镜，我们走。喂，想这么一走了之啊？之前说好的。对不起。其实也没什么。你他妈眼。这不是武刚吗？他怎么在这儿？今天怎么回事？竟遇到鬼了。又狂妄还自大，真让人讨厌。输了球还那么横。突然有点急事，我先走了。什么情况？喂，玲玲，你明天还过来打篮球吗？不了，篮球偶尔玩玩就行了。玲玲呢？已经走了。的确是个不错的苗子，不过他说不愿意加入篮球队，后面的事情应该不会那么简单。交给我好了，就算拐也要把他拐进球队。还有5分钟，这是预备铃，还来得及。你头是铁打的吗？好好的路不走，翻什么栏杆啊。
你还好意思说我？瞧你把我撞的！如果你们不再废话，跑快点儿，理论上应该可以在上课之前赶到教室的。别挡我的道！我说你有毛病吧？怎么老跟着我？真的是一对冤家！班级在那边，不走这边走哪？真是见鬼了！居然跟着我一路磨叽，还好中途甩掉。不好意思啊，这位同学，你先进吧。没事，都是同学，你先吧。奇怪，是我眼花了吗？怎么又是你这家伙？竟然一路跟到这儿，你简直阴魂不散啊！是你才对吧？我可是这个班的，不来这儿去哪儿？都上课了，还在门口闹，快给我回到自己座位上去！这两个家伙真搞笑，都给我安静，现在开始上课了。这肯定是个梦，我还没睡醒呢。上课不许讲话，给我安静。怎么会这样？喂，你没事吧？翻栏杆那事咱们一半一半，错的可不是我哦。既然已经是同桌了，以后还望多多关照。我叫李峰。林玲，都说500年轮回才换来今生一次擦肩，今天咱们都成同桌了，那就是缘分。我看你长得那么高，要不一起去打篮球吧？为什么提到篮球这么激动？还有，这圣洁的光效到底是什么鬼？不好意思，不想打，没兴趣。哎，不会吧？对篮球没兴趣，又不想打，难道是因为你不会打篮球？你没事吧？没事，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不会打也没关系，我可以教你啊。看你条件这么好，努力一下，说不定能跟着我一起进校队。进校队？你这身高是认真的吗？谢谢，不用你教。没用的，就算你请我喝这个，我也不会去的。娃哈哈 AD 钙奶，你当我是小孩吗？秦亚学姐好。不，你能不能别？又是你。嗨，你认识我？当然认识，学姐是九中篮球队经理人，今年17岁，身高162，血型 O 型，喜欢的东西是向日葵，讨厌毛毛虫，已经担任2年，哥哥是前任篮球队队长，你们每一场比赛我都有关注。我叫李峰，我一直苦练球技，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加入您的球队，征战全国高中联赛，只要能加入篮球队，干什么我都愿意。行了，知道了，新生入队需要填申请表，并且通过选拔才行哦。如果有这个决心，可以去准备一下哦。我这就准备。连入队申请表都准备好了，这点我还是蛮佩服他的。林玲同学，不喝，谢谢。上次是我太冒昧，搞得不欢而散，在这里先给你道个歉。不知道这段时间冷静下来，有考虑清楚吗？你们聊，不用管我。麻烦起开，我已经说了，我不想加入篮球队。不想加入篮球队？难道他是校队内定的球员？被秦亚杰主动邀请，也不想加入篮球队，这家伙的实力……等等，如果我打赢他，岂不是就能直接进校队？我不想加入篮球队，麻烦以后别来烦我。可是，加入篮球队，那可是我的目标啊！简直不可饶恕！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喂，小子，看来我要教你一些规矩，居然对秦亚这么说话。你谁啊？好高，来者不善的感觉。不好意思，借位置用下。我是谁？哼，今天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袁杰，你给我住手，不准对玲玲无礼，不然我就不理你了。林同学是吧？你好，我是排球队的袁杰，不过马上会转战篮球队，以后就是战友，好兄弟，好兄弟。这也太勉强了吧！我这正说正事，你别给我捣乱。捣乱？没看到我对他的关爱吗？行，别推我，我自己走，行了吧？林同学，有机会咱们再好好交流交流，这事没完。你没事吧？这205，说他叫什么来着？袁杰，排球队的。不好意思，林同学，我下次再来看你哦，拜拜。谢谢，再见。如果下次还是叫我加入篮球队，那就别见了。喂，林玲，去打篮球吧。不去，没兴趣。你这个家伙太不地道了，扮猪吃老虎啊！已经是篮球队的内定球员了，居然说不会打篮球，搞得我还以为你是个球盲。你是不是老虎我不知道，
麻烦你别把我比作猪好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会打篮球了？还有，麻烦能把你的屁股从我的桌子上挪下来吗？就打一把，就一把，让我见识见识篮球队的真正实力，拜托！别费劲了，我可不是篮球队的，也不想打篮球。都给我安静，现在开始上课了。这个啊，那什么是地球的公转和自转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球呢是按一定的轨道绕太阳转动的。是因为什么呢？喂，是因为受到太阳的引力的影响。这完没完了？你想吓死我吗？我说了我不想打篮球。老师，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是这样的，我的同桌在我的桌子下面。你怎么这么皮啊？真是拿你没办法。上课不许讲话。可恶，居然害我被老师 K， 在全班面前出丑，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啊，迟早要被逼疯，得想个办法才行。怎么办呢？打把篮球问题不就解决了？是啊，我怎么没只用打一把哦。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上厕所你都跟着，变态啊。我操，上不住了，把我放下盘。连连去打篮球吧，就一把。去，我这就去行了吧？你以后别缠着我了。欧耶，你要纸巾擦一下。你好贴心哦，我现在只想你从我面前消失。好，好厉害，简直神仙尿尿。酒中的篮球气氛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太棒了！没想到中午这个点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打篮球，我的选择果然没错。这边，这边。有戏，厉害，好球！也跟传闻一样，真的是人才，技呢。林同学，来吧，接受我的挑战吧！只要打赢了你，我就可以直接进校队了。搞了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这家伙。我们三局两胜制，每局五个球，石头剪刀布决定先手球权。来吧，拿出你的全部实力吧。等等，三局两胜，还每局五个球？是啊，怎么了？有问题吗？这个，你有看过武侠片吗？高手之间的过程往往讲究一击必杀，这才是实力的体现。同理，篮球高手之间的对弈，三球两胜，我觉得才能体现双方的实力。哎，有道理，我怎么没有想到？行，就这样吧，来吧来吧，石头剪刀布，我已经饥渴难耐了。还好忽悠过去了。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耶耶耶！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你是赢了比赛了，用得着这么激动？只是赢了球权好吗？你难道不懂吗？高手间的过招，先手往往能一剑封喉。这家伙是我的错觉吗？没错，这家伙就是一傻帽啊！行行行，你说的是。赶紧开始吧，我们是来打篮球的，不是来 cosplay 的。哦，那这口锅放哪儿？哎，放哪儿放哪儿？到底打不打？不打我走人了！速度，赶紧麻溜的。喂，林林，消消气嘛，人活着开开心心最重要，当然篮球也同样重要。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火气就那么大？你心里就没有一点数？麻烦打完这场球你就从我眼前消失。来吧，这就开始，我们一决胜负。赶紧的。还要赶着回去睡午觉呢。我要开始了。这家伙可是被秦亚学姐认可球队内定的球员，实力不容小觑。不过话说回来，感觉看哪儿都是破绽呢。赶紧的，来吧，别客气。别客气，这闲庭信步的语气，只有对自己的实力达到非常的自信，才能这样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不对，他这是扮猪吃虎。这家伙绝对不是表面看的这样，不仅实力深不可测，还狡诈多端，好一出空城计，是想要我掉以轻心然后反杀我吗？没想到被你看出来了。你说的没错，吾乃全宇宙篮球第一至尊扮猪吃虎殿下，尔等蝼蚁还不乖乖臣服受死。这究竟是何等的压迫感。喂，我说你到底要闹哪样？让我打篮球我也来了，这么大的太阳，从发球到现在都除了五分钟了。瞧瞧你，都热出一身汗，能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吗？没想什么，之前只是热身，现在才是开始，管不了那么多了，
接招吧，吃我一记假动作。假动作？这家伙是傻吗？没跑了，智商感人。球怎么样？不知道我打哪边吧？不知道该怎么防守吧？喂，你以前打篮球做假动作前都先喊出来的吗？还有你这假动作真的好假，好厉害，让我都不知所措了。其实我要打的是这边。怎么样，被我的假动作迷惑的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吧？这球我就不客气了，哈，三步上篮。果然球技也很感人。喂，你没事吧？没事，失误，都是你害我太紧张了。继续，还没决一胜负呢。看我的小平民投篮，哇，又没进，倒马桶式。哎，什么情况？这家伙哪来的自信，觉得自己能进篮球队，搞得我还差点信了。拉杆式，库里式投篮，啊，为什么这样？可恶，看来只有用我的必杀技了。本来是想进篮球队后在正式比赛中用的杀手，没办法，今天就让你提前见识见识吧。拉倒吧，你这水平进篮球队都难，还球队比赛中用？看我的绝招，你一只38度跳投。怎么样，厉害吧？这角度整整练了3年，在38度离篮筐5米的位置，我基本可以百发百中。哇，好耶，真棒，0-1，再进一球你就赢了。这球不算，重新开始。为什么？你进球了呗，再进一球就赢了。你当我傻瓜吗？你根本没有用全力，这样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打败全力应战的你，我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进入篮球队。这家伙没疯吧？真觉得自己能进篮球队？不过他这眼神不像是在开玩笑。进篮球队？我没听错吧？一个智商欠费的矮个傻帽赢了一个蹩脚的傻白痴就能进篮球队？没想到我一离队，篮球队就这么不堪了，什么鸟都能入队。哼，武刚那蠢货。哎，你们两个赶紧给我滚蛋，这么蹩脚的球技还来打球，别站着茅坑不拉屎了。这家伙是篮球队离队的，他怎么能说武刚的坏话？武刚？你们认识？没错，他是九中的篮球队长，虽然他现在可能还不认识我。那你愤愤不平个毛啊？要知道他可是我未来的队长，我不容许任何人诋毁他和我们的球队。突然头好痛，还干颤。拜托，麻烦你先进了篮球队再说吧。林玲，你已经算是篮球队内定的球员了，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到？我说你们两个唧唧歪歪是听不懂人话吗？就你们这个水平，再留级个10年，应该差不多可以进篮球队了。赶紧给我滚蛋！等等，这家伙……喂，林玲，你干嘛？不要跟他们打架呀！怎么不服？想干架？简直是我的救世主啊！哎，服，我是服得五体投地，让我们滚是吧？马上让办，谢谢。这家伙什么时候？哎，劳驾，奴下遵步，我们这就走。拜拜，玩得开心哈。你放开我！他居然这么说球队，我要跟他。跟他什么？同归于尽？人家篮球队的，找他干架，那身高那体格，打你10个有余。球也陪你打了哈，就是这么个情况。以后别缠着我了，还有，别跟我提什么入篮球队的事儿，回去睡觉。俩怂蛋，跟篮球队的那群家伙简直一个操心。我收回之前说的话，入篮球队，你们这样的废物最合适了。虾兵蟹将，怂蛋一窝，吴刚作为队长带你们，简直是绝配啊！疼！你小子叫什么劲啊？瞧你把我捏的都红了。进九中校篮球队是我的目标。和志同道合的战友驰骋赛场，一同赢得比赛是我的梦想。虽然现在还不是九中篮球队的一员，但即便是粉身碎骨，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侮辱我的球队和我的队长。不好意思，没忍住，绝不允许任何人侮辱你的队长和你的球队，是吗？那你给我竖起耳朵，一个字一个字听好了。我说了，
武刚就是个蠢货，九中篮球队就是一帮垃圾，听清楚了吗？想干架？来，别客气，大爷我随时候着。我要跟你们比赛，二对二。啊，我没听错吧？打篮球，二对二，就你和那个跑路的家伙。不好意思，尿急，要去上厕所，要不改明年吧。拜拜。林玲，就跟你打这最后一次，打完这场，我保证以后都不缠着你了，就这一次，求你了。我操，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静静。赶紧开始吧，我还要回去睡觉呢。人家可是篮球队的，输赢我可不管啊。还有，打完这场以后别再缠着我。篮球队，梦想什么？你们这白日梦是时候该醒了。好球！快传！发什么呆呢？干什么呢？你还打不打？那个不是篮球队的吴晓波吗？那个矮个子是谁？看起来像新生啊，他们不会是要打比赛吧？篮球队，这家伙在关键比赛与对方打默契球，企图做掉另一场比赛的对手。这件事被曝光后，早就被篮球队开除了。有这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儿多着呢。因为假球事件，篮球队有多名球员被开除。现在的篮球队已经是个空壳了，要大换血喽。真不知道这俩家伙哪儿吃的雄心豹子胆，跟他打球。实力没得说，他就一次头黑着呢。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正好休息一下，看看谁先进五球谁赢。石头剪刀布，别那么麻烦了，就让你们先发球好了。作为篮球队的前辈，我们当然要好好关照你们了，所以千万别跟我们客气，拿出你们全部的能耐，让我们好好的见识见识。我去，这么牛，你有好戏看了。来吧，别磨磨蹭蹭的，尽管放马过来。一鼓作气过掉他，就是现在。成功了。是在逗我吗？太慢了，太慢了，再快些！你这速度连幼稚园的小孩都突破不了，力量也完全不够用了。怎么了？你是没吃饭吗？我还没用力，这样的碰撞你就支撑不住了。来呀，使出你的全力。不错的想法，但是动作的协调性太差，速度也太慢了。传球啊，这儿！断你的球，真的太轻松了。别，当我没说好了。身高、速度、力量，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看这瓜皮，要是吴晓波能出翔，你这完全没法看了。不过没关系，哥今天就好好教你打场篮球，学好了，走你！居然晃倒了，这家伙也太业余了吧。怎么倒了？赶紧起来，就像你之前吼的那样，要拿出十足的势来，表情要再凶狠些。对对对，就是这样，重心放低。非常好。个子矮，手臂也短，你要把两只手举起来，扩大自己的防守范围。吴晓波在干嘛？不是比赛吗？怎么教他打起球来了？比赛？没看到那瓜皮就是一菜鸟吗？吴晓波这是在逗他呢。集中注意力，因为攻防随时都会抓住你的空隙突破你。再快些。怎么跟不上了？我再加把劲儿，可就把你甩开了。完全摸不到球。这就是篮球队的实力。太棒了，今年的新生真的是卧虎藏龙啊，有了他和林玲，校队真的就如虎添翼了。不过话说回来，林玲初中联赛最后一场遇到的就是武龙兵的队吧，如果两个人是熟人又一起进校队，那简直完美了。我得加把劲，赶紧把林玲弄进篮球队。武龙兵、这货是谁啊？袁杰，你干嘛？这是你的班级吗？我看你这么认真，都没好意思打扰你。你这倒好，开口就把人往外撵，我有这么讨人厌吗？我来是要告诉你，那个叫玲玲的正在挑战吴晓波呢。玲玲挑战吴晓波？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大家都在篮球场围观的情况，赶紧去看看吧，有好戏看了。竟然挑战吴晓波，要被吊打的节奏啊。他们在哪儿？真的是零零？啊，那个不是李峰吗？他怎么？这就是你的全部能耐？这种程度的比赛，连热身运动都算不上了。你这要速度没速度，要球技没球技，下盘不稳，运球不行，凭这你就想进篮球队？喂，大家看看，喂，这位同学说他要进篮球队，我教育了下他，他还不服，跟我叫板。就你这五吨身材，我看还是少做白日梦呢，还梦想，醒醒吧，傻瓜！喂，你听到了吗？这家伙想进篮球队，呵呵，他是在搞笑吗？咱们校篮球队入队不是很严苛的吗？他是人真的吗？基本没戏，今年的新生都很牛啊！我看是很逗吧？这傻瓜，这不是那个小瓜皮吗？他还挺牛的啊，敢跳板吴晓波，我喜欢。李峰，这小矮子还挺逗的，进篮球队。别想了，放弃吧，傻瓜。是啊，他要是能进，那我肯定也没问题。别开玩笑了，就算是你也不够看。没错，我就是个傻瓜，在你们眼中，我就是个又矮又天真还不自量力、球技又菜的傻子。这样的眼神，从小到此时此刻，我已经见过无数次，但那又如何？何心不死啊！我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小瓜皮了，即使活成你们眼中的笑话，我也不会放弃篮球。只要还能站着，就以进篮球队为目标，将篮球继续打下去。是吗？有意思，越嚼越来劲儿。那就让我将你彻底粉碎好了。传球啊！我去，你当我年三十的凉菜啊？你是听不懂人话吗？就算让你再来一万次，你也过不去的。因为你真的太弱了，你们就跟在后面看着吧。叫你传球你又不听，这下好了，光给你擦屁股了。可恶可恶可恶！真的要这么大的距离吗？看看篮球，他这是要灌篮、究竟是怎么打的？太牛逼了！看看我的血脉篇章啊！我撞篮球队，太帅了，简直是怪物呀！切。这回家了，别做金主了，完全不能打压篮球队的真正实力。来啊，继续你们的球权，这才落后两球，意志就这么消沉了？刚刚不还一脸不服的嚷嚷要挑战我吗？怎么那股劲哪儿去了？千万别怂啊，要不就太无趣了。李峰，这边啊！不妙啊，不说自身实力的差距，光身体动作就好僵硬，这小子恐怕……哎呦，既然你都这样行大礼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运球的老师厉害，这家伙好搞笑。又是一记暴扣，太厉害了。这家伙可说过他要进篮球队呢，大家觉得呢？还是现实点吧，至少他还是蛮逗的嘛。可恶的吴晓波，好阴险，简直欺人太甚了！我要去老啊，老大，队长。你怎么，队长你看到了吗？吴晓波仗着自己以前是篮球队的就欺负人，难道不去阻止他吗？就是啊，简直不能忍啊。就在这边看着，我们即使过去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对他而言简直就是个傻瓜，还老喜欢跟在别人后面，真讨厌，还想打篮球，我看啊脑子也不好使。妈妈说啥也是会传染的，走，我们去那边玩，省得这个跟屁虫老烦我们。都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别人怎么说我们管不了，但是别停下，即便是摔倒了也别停下，在这球场上奋力奔跑吧，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碰到懂你愿意和你并肩作战的人。真是狼狈呢，不得不说你球技是真的烂，篮球可是团队运动啊，傻瓜，球也不传，把我晾在一边，看得我尴尬癌都犯，发什么呆呢？风沙迷了眼也用不着擦这么久吧？难道你真的想被大家当成笑话？傻瓜，赶紧起来，这场比赛还没结束呢。哎，
快看，那个红头发的还蛮高的，好像没有我看也没戏。小子还染他的对手可是吴晓波呀，以为自己真的红明。这家伙，我没记错，这球是我们的球权吧？哟，你不说话，我还以为你又逃了。这不是校篮球队内定的那位同学吗？他叫什么来着？叫林什么？林玲，高一十四班的前辈，还请多关照。哇，这家伙在搞笑吗？这么献媚的表情，居然称吴晓波前辈，他现在已经不是篮球队的了。林玲，你这个笨蛋！一口一个前辈的，还叫得挺热乎，比那矮子识趣多了。哦，稍微纠正下，篮球什么的偶尔玩玩，我可不是什么篮球队内定球员，前辈太高看我了。太有多厉害，搞了半天来一不过看看吴晓波虐菜来 也是蛮爽的呀。五比零是没跑了，无所谓了，还两个球，总之你们也是输。张远陪他玩玩。了解前辈，那我就开始了。别以为这么客客气气的我就会放过吧。学长太客气了，成功关照，肥进一个。那你们的球权肥进去的，怎么感觉不像啊？你说你犯错好快，明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家伙脑壳是有包吗？一脸笑嘻嘻的，看起来也漫不经心的感觉。不过无所谓了，刨去那个矮的残废，相当于二打一，只要能过了他，那还不是随便赢。巨人结构，这小子反应够快。他只是摸着了张远的心理，居然和吴晓波并驾齐驱。这个高一新生不简单啊！没错，这小子果然是想扮猪吃虎啊！哦，这逼着吴晓波强行上篮，还挺肥呀、啊。这也太勉强了吧！扮猪吃虎是吗？你把大爷我想的也太简单了吧，小兔崽子！这是好强。哎，刚刚发生了什么？球进了，我还以为真是越来越期待了呢。篮球刚刚那是哪？在金钟背后换手上篮，开什么玩笑？这家伙真的是一年级的新生。承蒙前辈关照，运气不错，又飞进一个了。哦，看这架势，你是觉得吃定我了？这个红发非常强的，刚刚那个进球，这实力肯定是篮球队内定，没跑了。那也没戏，吴晓波也是篮球队的，实力先不说，现在情况基本就相当于二打一加一残废。一个老兵棍，我赌红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赌吴晓波，你输定了，傻瓜。怎么，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不是，你后面。我居然在学校里面赌博，赌博害人害己，严重的还会让人倾家荡产，你难道不知道吗？那个，只是赌一根冰棍而已，是不是有点太小题大做了？小题大做，看好了，那我赌十根，红发赢。虽然我也很讨厌他。大哥，你究竟是要闹哪样啊？不带这样玩我的。队长，你觉得呢？林玲实力确实不错，但作为前校队主力的吴晓波实力也不弱，甚至在经验身体素质方面都要强于林玲。而且正如他们所说，这场名义上的二对二实际上就是二对一。你觉得哪边比较看好红？那很用说，队友当然是吴晓波了。那矮子瓜皮一直傻站着也帮不上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场比赛他们输定了。难道你真的想被大家当成笑话？傻子，赶紧起来，这场比赛还没结束呢。不得不说，你那人畜无害的表演的确是高。篮球队内定是吗？那我就好好来教研教研。哦，这回是吴晓波亲自发球啊。作为高一新生，你的实力的确不简单，但是想赢我那我去，不是吧，居然被抢断了。干得漂亮，没想到吴晓波太轻敌了呀。前辈，你话太多了，打篮球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呢，因为攻防随时都会抓住你的空隙，抢断或者突破你。这小子，那你来突破一个试试。开什么玩笑，防守他的可是吴晓波，哪那么容易啊。这家伙
向我背后运球转向，这防守好稳，完全拉不出空隙。来呀，拿出你全部的能耐，接下来你又准备怎么做？三子上拆，妈的周子给老子切开，叫我简直是自杀呀。3-3，居然打平了！这种自杀式的挡拆，也只有你这种白痴才会做得出来吧？虽然很傻，但不得不说，干得漂亮。没事吧？喂喂喂，你可太小看我了！这种拍蚊子的力道就想让我倒下，还远远不够呢。更何况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呢，可让人笑话。还真是拿你没辙呢。二打一加一团费，这团费还挺牛的。小瓜皮，哥的眼光果然没见错。刚刚撞那下没事吧？这瓜皮真猛啊，一高一矮，连会车搭配，这感觉还挺萌。哇，吴大面对吴小波丝毫不怯呢，搞不好吴小波阴沟里翻船不得了了呀！阴沟里翻船，这帮傻逼在开什么玩笑？就凭这俩垃圾，作为新生能跟我打平的确不简单。不过想赢我，你们他妈还早一万年呢！你们不是想进篮球队吗？先打赢我再说，不过后面不会再给你们机会了。前辈，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最喜欢看人立 flag 呀，那模样看多少次也不会觉得厌烦。这小子，还有啊，机会这东西可不是别人给的，那玩意儿可是实打实靠自己争取来的。那咱们走着瞧。3-3了，这球很关键。吴晓波准备开始发球了。这个得看林玲如何去应对了。左边，还是这边？这是 Killer Crossover， 刚刚发生了什么？一下就过去了。是杀手 Crossover。杀手 Crossover。进攻方利用身体与头部的晃动，配合胯下运球，做向一侧运球的假动作，随即根据对方的防守倾向，向另一侧突破。相对 crossover， 这招更难防守，可不要轻看吴晓波呀！怎么办？林玲加油啊！我都说了，想赢我，你们还早了一万年呢！来了来了，又是扣篮了！我看见了，九鱼何如是？简直要上天了！开玩笑的吧？我。简直凶残至极啊！李峰，接着，这是要强打篮下。小兔崽子，你未免也太狂了吧！大爷，我可是篮球队的主力，还轮不到你这个高一新生骑在我脖子上拉屎。跳投，完全够不着。我们能赢！这小子简直是为篮球而生啊！林玲干得漂亮，再接再厉，加油啊！不得了，这家伙还只是个高一新生啊！刚刚抢断和后仰跳投太牛了！这家伙要真是篮球队内定，还内定？有这实力，你是眼瞎看不出来吗？这家伙，铁定球队主力没跑了。没想到，你已经站在三分线外就位了。刚刚那球传得漂亮，我也只是长得矮而已，人可不傻呀。前面一句没毛病。后面一句我能持保留意见吗？最后一个球一鼓作气赢了他们，我也好回去睡我的午觉呢。加油。两人看起来志在必得呀。那可不，连扳四球，看这架势最后一球也不在话下。嘿嘿，有意思，没想到两个高一新生把吴晓波逼入绝境了。保不起吴晓波这船啊，今天是要翻喽。是啊，红发那实力简直爆炸呀，那个小瓜皮也相当顽强呢。不过不能因此而大意啊，林玲，吴晓波可不甘于就这么认输的呀。你说哪边会赢啊？这还用问呢？用屁股想也知道是红发和瓜皮赢啊。五哥，4-3了，这一球怎么打？红发只是高一新生，那吴晓波你来发球，凉凉给吴晓波了。怎么打？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往死里打喽，白痴！来了来了，大戏开幕。哎，怎么不是吴晓波开球啊？
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不就是为了全国大赛吗？连省市第一名都没法拿下，又谈什么南北八强？秀的，谈什么全国冠军？只有赢球才是王道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搞了半天，原来这个道理您不懂啊，队长。接着，好大的力气，完全好生猛。决力上，玲玲完全处于下风了。玲玲，加油啊！来了，他在这正中意图，是这边。预毒的挺准的嘛，未来星星。不过还要更加集中注意力呀！玲玲，天哪，手肘撞脸上了，好像流血了。喂，你们去哪儿？喂，玲玲，你没事吧？玲玲，流血了，怎么办？怎么办？喂喂，玲玲，你别吓我呀！我来。秦亚学姐，麻烦就这样拖着他的后脑勺，我先看看伤哪了。好，好的，在这里。吓死我了，还好没伤着眼睛，应该是撞击导致暂时的意识丧失，伤口创面也不深，我处理一下应该可以把血止住。可是流了好多血，真的没关系吗？血流得多只是因为运动导致心脏加速泵血，问题不大，只要止住就好。因为运动受伤的情况我处理过很多，所以别担心了，交给我就好了。秦亚学姐好厉害，反观自己却什么忙都帮不上，可恶。林玲，你可千万别有事啊。好危险，这下撞得不轻呢，都流血了。那球从开始就计划好了，撞得能轻吗？你的意思是？没错，吴晓波是故意的，这家伙他是玩不起了呀。哎呀，不好意思啊，一不小心4-4了呢。打球怎么这么不小心，瞧瞧，把我手撞的。不过看在他这惨样，那就算了吧。你根本就是故意的，得了便宜还卖乖，你真的太可恶了。李峰，快给林玲道歉。啥？是我听错了吗？不好意思，声音太小，你再说一遍。快给林玲道歉。李峰，你瞎呀，是那傻子自己撞上我的，叫我道歉？我看你是不止不长个，连脑子也没发育好吧，傻瓜。怎么看你这小眼神想咬我呀？我你呀、你居然真的，我去，牛逼，真下得去嘴，松不松口？还给人民老铁，你属兔子的，给老子解开。别动，求求你别打了，快给林玲道歉。来，继续，别停，只要能打赢我，别说道歉，让我跪着给他磕头都行。来呀，看我不弄死你。我你呀，老子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够了。队长，这场闹剧该结束了。这不是篮球队号称大佛的武刚队长啊？哟，这不是队长吗？今天怎么有闲情雅致放着球队不管，来管这闲事儿了？我已经不是你的队长了，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你再也不需要这样称呼我了。不要再侮辱篮球了，今天这场比赛也到此为止，以后也不要再找任何篮球队队员的麻烦了。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队长，我叫吴晓波，今年高一，身高196，我的梦想是跟着球队一起打进全国大赛，请多多指教。袁静，过来搭把手，跟我一起把玲玲送到医务室去。好的，老大。我也来帮忙。队长，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傻瓜，像你这么莽的我还是第一次见，不过虽然傻了点，但是我喜欢。别扯有的没的，李峰，你也要去医务室看看。好，好的。大家好好看看，这位
就是我们学校英明神武的篮球队队长武刚。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校队终于从全国男子高中篮球联赛上铩羽而归。本来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但是很不幸，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付出，这所有的一切都随着最后一场比赛的哨音付诸东流。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啊，队长。哦，不对，应该叫您武刚才对，忘了你已经和我们划清界限了。像我们这样的废材拖了您的后腿，被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不也是理所应当的吗？您说是吗？这家伙好毒啊！怎么了？哑巴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您倒是说句话呀！还是说篮球队的胜负对你而言根本就无所谓了？老大，这家伙颠倒黑白，你倒是……够了！吴晓波，你自己拉着他们打假球被开除出队，还叫着脏水往队长身上泼，你真是可恶透了！你以为只有你有梦想？在全国大赛的赛场上，哪支球队又不是拼尽全力朝着最终的梦想前行？他们跟我们一样，在赛场上挥洒着汗水，投入常人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精力，在赛场上即便是流血，即便是哭，流下的也是拼死不甘的泪水。这里面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是弱旅，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弱者。你以为用那些卑劣的伎俩，我们就能走得更远，就能拿冠军了？请不要再侮辱篮球和梦想了。你又可曾知道武刚有多难受？但是他是队长，他肩上扛的是整个篮球队，他背上支撑的是你们啊。可是你们哥哥，队长他没事吧？嗯，这么晚还没睡呢。哎，睡了半天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你们去恶意重伤他，拆他的台。看到你们这样，看着哥哥曾带领过的篮球队现在却在自己眼前支离破碎，何止难受，他的心咋滴血啊。吴晓波，刀比刀没完了，你要有点良心。男人之间的事儿，你娘们掺和什么？滚一边去！刚刚对秦雅说的话，你有种再说一遍！袁杰，快住手！他是故意的。武刚是篮球队，我没记错，你是排球队的吧？哦，还有小瓜皮，择日不如撞日，大家一起上吧。哦，对了，平时我记性都不太好，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关于校规里运动队队员打架按情节处以退队和记过处分这条记得特别清楚的。看你这么有兴致，我陪你玩玩。好，除了上面那堆屁话，你还有什么其他遗言吗？喂，刺猬头，做事情可讲究个先来后到啊。老家一边排队去，这家伙和我们之间的事还没了呢。林玲，什么时候？哦，还有啊，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篮球场上的事情，篮球解决。我去，这红发头真铁啊！吴小波，这样还能继续？接着干，灭灭这家伙的气！是啊。喂，发什么呆啊？这场比赛还没分出个胜负呢。啊，稍微打扰一下，你的脑子真的没被撞坏吧？需要打120吗？那个，我是认真的。玲玲，请不要再打了，继续比赛你的伤口可能会再次流血的，求求你，请不要再打这场无意义的比赛了，求求你了。玲玲，你的伤……你说的没错，秦雅，但现在我却有了必须赢得这场比赛的理由啊，刚刚真是让大家担心了。玲玲，你还真是倔啊，说什么都没用了是吧？可是让他去吧。都说了他打你十个都有余，还不停，这下好了，被揍成猪头了吧？我乐意。最后一个球了，扛得住吧？那还用说？那我开始吧。加油啊，红毛小顽皮，别再受伤了！干翻吴晓波，给篮球队长点威风！加油！加油啊，红发，最后一球！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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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顽皮！加油，红发！就是现在，这家伙还是太勉强了吧。背后一球偏向，手力结束了。
的。玲玲，可恶，这个时候。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你们输定了。真的就到这里了吗？可恶，眼睛无法睁开。是血，这味道为什么这么像香草冰淇淋？如果没打这场篮球，这个时候应该刚刚午睡醒吧。再来一个香草味的冰淇淋，一个人在学校的阳台顶安逸地度过着中午的小憩时光，这将是多么完美的一天啊。怎么了？这样就得趴了？安逸，这离1000次投篮的目标还差得远呢。你不会现在就认输了吧？别忘了了，一开始说好的，谁最后投完谁就去买冰淇淋哦。每次都是你掏钱，这样很没劲啊。喂，是不是也该让我来一次了？哦，阿姨，我们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赢球了，为了我们以后能一起走得更远呢。笨蛋，我们一起走得更远。中国初中篮球联赛、中国高中篮球联赛、 CUBA、 CBA， 甚至是大 NBA。 喂玲，篮球可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作为伙伴可不准你拖我后腿哦。嘿嘿，喂喂喂，你也太小瞧我了，不就是1000个球吗？今天出门忘带钱包，不赢你可不行啊。赢球，伙伴，和伙伴一起赢球。李峰，他在。怎么样，厉害吧？这角度我整整练了3年，在38度离篮筐5米的位置，我基本可以百发百中。你这家伙，去吧，球过来，传球，传球。加油，加油啊，李峰！我收回之前说的话。入篮球队，你们这样的废物最合适。我说了，武刚就是个蠢货，九中篮球队就是一帮垃圾。风沙迷了眼，也用不着擦这么久了。难道你真的想被大家当成笑话？傻子，赶紧起来！进入九中篮球队是我的目标，和志同道合的战友驰骋赛场，一同赢得比赛是我的梦想。赢了。投得漂亮，小顽皮！红帽，小顽皮！给高一长脸了，吴晓波估计哭了。今年新生不得了呀！是啊 ，Yes， 干得漂亮，小瓜皮！李峰，进了！林玲，我们赢了！林玲，打得漂亮，林玲，坚持一下，我马上送你去医务室。秦亚来了。这家伙还真是拼了。喂，干嘛？当然是帮忙啊，你这个白痴。那个红发晕倒了，赶紧过去帮忙。来了，林玲，醒醒啊，林玲。田杰，居然被那小子。喂，你要干嘛？哼，有你什么事儿？一边凉快去。田杰，你又犯浑，不准给我打架，赶紧过来。明天拼个寒假，那咱们不见不散啊。来了来了。哦，对了，刚刚赌石跟冰棍的同学就是你，我可记得你的模样。别想耍赖，等下自觉把冰棍送我桌上，要不放学别走啊。别忘了还有我的一根。老实说，刚刚你找吴晓波干嘛？没干嘛呀，看他这么失魂落魄，当然是去关心下他喽。真的？玲玲这家伙看这架势，打120才行吧。你居然还在这说风凉话。队长送他去医务室了，赶紧去帮忙，还不快点。我这不是已经在跑了吗？他还在那站着呢。算了，走个屁啊，继续搞啊，时间还多的是。妈的，看他们打球搞得我都停不下来了。继续来啊。十根冰棍为什么会这样？我每一分零花钱都很重要的，不开心。是11根好吗？这才多少钱，能不能有点出息？你可别想耍赖。犯什么花痴呢？
哇！伤那么严重，不会有问题吧？走了呢？哦，那个，你又怎么了 ？Air Jordan One, not for resale, Agent One。一双鞋用得着这么激动吗？这双鞋起码5000起啊！这家伙是家里有矿吗？好高啊，估计有2米吧。有没有2米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他绝对是个土豪。林玲什么？那家伙也是高一的。嗯，这家伙。解雇。就是他，打球超厉害的。全国初中篮球联赛省赛区的最佳射手，武龙斌。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不过一点都没变了，对赢球，还是一如既往的执着。医生，怎么伤成这样？赶紧把他放到床上。医生，他没事吧？别急，我先看看。也不用太担心了，刚刚医生也看过了，都说没问题了，让玲玲好好休息一下就好。秦雅学姐，话是这么说，都怪我，要是不赌气，不跟吴晓波打那场篮球，林玲也不会这样。吴晓波居然说武钢队长和篮球队的坏话，虽然不是篮球队的，但简直无法忍，我才跟他们打这场篮球，也害得他成现在这样。要怪就怪吴晓波，人品差，打不赢还下黑手，太可恶了，老天迟早会收拾他的。李峰，请认真回答我一个问题。啊？你真的想加入篮球队吗？人呢？说好的这儿，那小子不会耍你吧？哎，我说，你们也真是慢啊！这已经是第10根了，你们才上来。不过无所谓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休息完，咱们开始吧。正好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呢，这都是你自找的，就别怪我。废物！还我呢，真是空长这身格，速度也太慢了，之前不是很嚣张吗？来，继续，今天我要打得你跪地认错为止。你发什么疯？为了那个红发，你是白痴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是为了玲玲？是因为秦亚，你个蠢货。这家伙是真疯。记好喽，打你就是让你长记性，以后该怎么跟秦亚说话？去你！以为都能打啊？搞得我还小脚期待了一下，没劲啊！哦，对了，得赶紧下去，说去上个厕所，估计要被秦亚怀疑了。不知道玲玲醒了没啊？嗯哼哼，帅帅，不算完。加油！加油！加油！现在2分，能赢的，我们能赢！大家加油！我们一路杀到这儿，不是为了失败而来的。最后是9秒，霓虹中学依然有机会。阿姨，等下。没事吧，阿姨？要实在不行就换人吧。1、2、3，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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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霓虹中学，加油！闪开！可恶！什么？反超了！干得漂亮！停！师傅，跳投！
亮的卢宾，赢了，赢了，赢了！精彩的绝杀！阿姨，林玲，你林玲，你没事吧？我没事，只是做了个噩梦。你刚刚醒来喊了声阿义，他跟你们没关系，请不要再问了。如果没什么事，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虽然这个时候不太合适，但现在我的确有事要跟你说。医务室应该是在这边吧？啊，那个人，他们这是在……其实是向你发出邀请，希望你能加入九中篮球队。不好意思，我对加入篮球队没兴趣。林玲，为什么？你打球这么厉害，就你这水平，光靠兴趣可达不到的吧？你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可以跟我说了？我一味的逃避，真是一点都不像球场上的人。武龙斌，现在就像霜打的茄子，一点都看不到之前斗志昂扬的影子了呢。其实我还蛮欣赏你的，不过现在想想，也仅限于那场比赛上。你和邓一鸣很努力，你甚至比他更有天赋，但在这个圈里，比你们更努力更有天赋的人比比皆是。至于输球，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你们太弱了。输了那场球就让你这样，那只能说你现在的逃避是正确的，因为走到最后，你终归会遇到那么一个人，他的强大甚至让你怀疑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意义。逃避又或者不付出努力的人，是不配喊出梦想这个词的，因为对他们而言，梦想和做梦可是一样的。哦，还差点忘了，凭你现在的实力，即便是再跟我打100场，你依旧赢不了我。而且现在这样的你，也不配做我的对手。我就不浪费时间了，还要去篮球馆继续练球。基于你之前对武刚的回答，那最后的结束语，我们就不见了。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不过还是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大家都出去吧。早啊，一大早怎么愁眉苦脸的？早。你不知道吗？我们即将迎来2周坑爹的军训啊，想想就头疼。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儿，高一新生军训不很正常吗？再说军训也没你想的。那不是视频里打败高年级篮球队的高一新生林玲吗？哎，那视频你也看了？是啊，这家伙打球蛮厉害的，连篮球队的吴晓波都是他的手下败将，比视频里看起来更高呢。好羡慕他呀。是他呀，是林玲。哎，就是他。哎，好像还真是。这次军训听说要2周的时间。把你们好猛，不知道看了吗？看了，这家伙就是我们班的。什么情况？一路上大家指指点点的，衣服没穿反呀，身上也没奇怪的味道。就是他。喂，林玲，这边，这边。哎，李峰，这么早啊？今天怎么感觉大家都怪怪的？一路过来，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最恐怖的是，我班上同学也是这样。你不知道吗？你都成学校的名人了。名人？什么名人？喏，就是这个。不知道是谁把昨天打球的视频放到校网上了，今天在学校里传疯了。为什么会这样？突然头好痛。喂，你没事吧？不好意思，
我对加入篮球队没兴趣。林玲，你，你知道新生军训的事情吗？哼，什么呀，搞得这么神秘，早就知道了。怎么，看你这状态，你还蛮期待的话。当然了，不过最让人期待的还是九中的传统。为了加强班级凝聚力，军训期间全高一班级间的篮球赛。全高一班级的篮球赛？这红发打球蛮厉害的，军训的班级篮球赛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怕什么，我们班还有他呢。不过话说回来，还真是让人期待呢。Hell 转身上哪里啪啪啪，战舞比克啪啪啪，告诉你的队友方式真的差，真的我给你面子，你就别想练子，速度撑不起阵型，就算你五百年干不起练。我就是这么的丑，篮球场上的头，不在危险里面，危险就是我。